好，接下来呢，为您安排一首，也是一首应该是七十多年的吧。好，我们的超多啊，超多啊，我来叫金多啦，金多啦，哦，金多点的，金多爱听的，这条就叫做夏日假期玫瑰花。啊，这个玫瑰花送给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啊，来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歌曲当中也要我们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，在此也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再次要感谢我们所有的理事头家卤主女皇镇中医庙，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顺利，立新娱乐制作祝福您，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的到来，再次要感谢朱莉莉，谢谢我们的全场主持浩浩，骑士大乐队专用台灯光音响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网上的朋友，谢谢，我们期待再相会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